两个原因，大家看，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大家跟着我读，这两个是非原初的两个原因。下面是两个辅音，你。下面来，我们认识一下它的书写。维吾尔语呢，它的每一个字母啊，有不同的书写。那么以上我们学的四个字母的书写，哎，都在这个表格啊，大家可以看。你有单立式的你，有后连式的你，还有前连式的你。它的为什么有不同连式呢？它出现在字母当中的不同的位置，它用法就不一样。大家来下面看一看。那么它的一个元音和一个辅音加在一起呢，是个音节啊。比如说我们刚刚学的加那个你两个字母放在一起，它是个音节啊，它是 B 音节，辅音结尾的 on。下一个大家看又加那个辅音 li 放在一起。又是一个辅音结尾的闭音节，o。那么下面大家看，后连式的你加那个前连式的放在一起，现在和上面不一样了，元音调在了后面，这叫开音节。下面大家看。后连式的哩加那个前连式的新成立一个音节，也是开音节，叫啦。那么再看这个，我们还有一个元音哎，加那个哩，大家看新成立一个音节，n。下面再看，又加了个 li，形成了个音节下面大家看，后连式的你加了一个前连式的形成了个音节，开音节下面大家看。后连式的哩，加那个前连式的形成了个音节，啦啦啦。